我帮你们带到人生地不熟。反正他五点才最后点餐啊，三个小时慢慢开是不是？对啊，然后我们怎么一起？这幸福掌握在你的手上啊！是这样吗？你想要见到他五个小时？假如我们说我们要收工本费的100块。啥？什么东西？可以出任务啊！出任务，出任务也要这个我们占销，出任务还要花钱。谢谢哦。100啊，还有低消哎。今天开销算我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哦。不要，等下到时候没追上，尴尬。我等下没追上，说哎，阿兔回来。我在等你说这句话。他那个明细都会留着。太扯了，太扯了。哇哇哇！要回车，然后让我过。他看到我们人那么多，看不见啊！这边空地那么大，他只能看我们啊。向左转，然后向右转。左转，没车吧？很酷，可能都在走他的。他以为是蒜头。来一个回转，向右转，还好一下就出来了。我觉得以后来做的节目好看。